大家好，牛舌，我们今天又到了牛舌吃好料单元。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间啊，叫做顺利霸王，在台中教育大学旁边的一个平价美食。我们刚刚经过，感觉这家店长得蛮特别的，外观上对，外观上蛮有特色的。我也没吃过啊，好吧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走。我们东西都来啦，前面怎么有这个、啊？哦，这个东西是他们自己做的，用水管有没有？还是用隔板？看起来有点雾啊。啊，对，有点雾，所以等一下会请那个阿用帮我们移上来，用仰角的方式拍我。探监嘛，探监，你不要乱讲。好，就这样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吃的是顺利霸王。哇，它这个白酱，还有这个酱油，然后还有那个红酱的辣椒，我们来拌一拌，给它综合起来。好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嗯，皮是属于软 Q 型的，我刚好喜欢吃软 Q 型的，味道不错。它的料好像有笋子啊，笋丝啊，应该笋丝，笋丝再加个肉试试看。它肉本身好像就有腌那些五香粉之类的，本身就很香了。那觉得好吃吗？嗯，算是我吃的霸王里面算是不错的，但是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但是是好吃的。搞不好其他的蛮厉害的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对，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面，我叫小碗的，这小碗的那么大一碗，而且它这个分量，它的肉燥，我觉得超出彩的，好像比霸王还凶，我个人认为啦，个人认为，重点是好不好吃，好吃看吃看。我跟你讲，它的肉臊面非常的好吃，我觉得比霸王好吃。不要加那么多肉臊，会不会太咸？不会咸，味道刚刚好，很香。重点小碗的分量好像就蛮多。对对对，它面很多，它肉臊也很多，应该拌开哦，那更好吃。再吃一口。我个人私心啊，我觉得他们的肉臊不错，它的肉臊面好吃。那肉臊饭一定也很好吃。对，我们刚刚也有叫肉臊饭。这肉燥也是满满的，你有30块吗？吓死人，小碗的，哎，小碗的，我们都叫小碗的。可是肉燥饭的话就没有那个肉燥面那么大一份了 啊，但是也是分量算多吧，对不对？还要加酸菜的，试试看。它重点是它的肉燥，好吃啊，很香的肉燥。那它的肉燥饭呢是有加酸菜的，比较可以解油腻。是好吃的，嗯。再吃它的肉羹，它有肉羹面跟肉羹饭，啊，因为我们叫的东西有点多啊，所以我们叫肉羹汤。重点是肉羹好不好吃，肉是属于一条一条型的，汤勾芡比较没有那么勾，对，汤勾芡没那么多。好，喝喝看呢。好喝哎，肉会不会太柴？不会。我比较喜欢这种肉条型的肉羹，我吃的是蛮满意的，整条的肉羹蛮好吃的，真的。再吃一口给大家看一下，而且还蛮多的，你看，我刚才已经吃一条了，这么多，看到吗？哎，蛮多的，老实说，它肉羹也蛮敢给的。再配点小菜，再配点小菜。哦，拜拜。小菜我们叫小份的，帮大家提吃一下味道怎么样。这个小菜如果你要夹的话是自己夹，还要夹你的那个号码牌，你的那个桌号号码牌，它价钱也不贵啊，然后那个三个小豆干10块就好了，算便宜啊，试试看。嗯，味道很入味，你看这个豆干皮很深啊，非常入味。嗯，来这种地方就是要吃小菜，来这种地方要配点小菜才爽。嗯，没错。嗯，它海带也入得非常的味。我那刚这家吃起来好像都没有雷货。目前来讲，我觉得卖完反而没那么出彩啊，但是别的东西我吃得非常满意。重点是我还看到一个很特别啊，绿豆汤。对，这边呢、啊，除了熟食之外，它还有凉的，凉的出现了一个绿豆汤啊，还冰的，看一下料怎么样。好，喝一口看看怎么样。
非常的清爽。夏天到了，退热刚好了，刚刚好。好了，上去吃啊！对，我们叫有点多啊，我们先吃好之后再跟大家说个收尾啊，再见。好了，吃饱了，吃的算是相当满意啊。以这个平价美食来讲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个人认为啊，推荐三个，就是它的那个肉燥面，我很喜欢，绿豆汤不错，还有肉羹。阿勇，你觉得哪个最好吃？其实我那时候吃肉燥饭配绿豆汤，我其实还蛮喜欢，蛮对味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天气可能有点热啦。对对对，所以啦，夏天到了，真的可以点一下绿豆汤，而且它这个价位蛮便宜的，25块，还有绿豆仁，不错。它算是平价美食、啊，算是平价美食啊，口感真的也还不赖，而且每个都算是主食有饱足感的。对对对，蛮爽的啦。好啦，那这家都推荐给大家喽。那我们里面差不多就结束了，爽就订阅，持续关心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。啊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、哦、一定要订阅我们、啊、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、哦、你看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、啊、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，不爽 啊不爽再看一遍啦，看到爽为止啊，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，太凶了啦。